洗衣房换灯记。这个 case 呢是在 Etopic， 今天过来呢换一个灯，这个是一个洗衣房，洗衣房，然后呢灯呢不亮了，很暗很闪，然后呢客人已经把这个灯呢买好了，这种的。好，现在开始，现在呢再打开看一看里面到底什么问题。这里面的电肯定断不了，这是公共的场所，所以小心小心啊。先把这个旧灯呢拆下来，线呢已经断了，好的，装新灯。这个灯比原来的灯轻多了，这个挺沉的，也算是。然后把这些卡扣呢，然后给它固定，然后把线接上，这个就 OK 了。啊，线已经接好了，然后这灯呢？很亮了，跟其他灯是一样了已经。好的，然后把这个收尾工作做一做，把这些盖板呢再搁回去就可以了啊。OK， 不错。咱们再最后看一看里面它是怎么样搁上去的。这儿有一个钩子，这是钩子，都挂起来了。对，那边也是。就可以了啊 ，OK， 好的，大功告成。